大家好，我是尤彤，尤彤的参与动 Game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从我们的宜兰燕波大饭店就是 check out 了，现在要准备去一个苏澳的观景台，走吧。风景，然后左边会有，左上角会有宝可梦，对，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宝可梦。
again. Yeah, oh my god, 海滩 Yay. 好，那这个海滩叫做内皮海岸滩，海湾还有海滩吧。那我们来了来了，有大的，有，还是没有的，来吧，再等一个大的，因为这有点危险啊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你看这大的，有，没有，还好，我被点。有，没有，再等一个大的吧。我们还等一个，哦，这个很巨大。然后我这摄影机小心不要掉下去。来，这个会吗？啊，这个有大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那种高度啊。那刚刚的缩时，我觉得这拍得很不错啊，有那种缩时的 feel。来，现在整个都在走，好像真的会弄到。有高的，没有。哇，听那声音超壮观，我不知道你们还听不听得到我讲的。其实现在又还好哎，刚原本涨潮涨得很大，想说来拍一下，现在又感觉有退潮一点，我就感觉又涨，真的是。哇，这个好像
很狂哦，很狂哦，来了。小小的评论吧，我觉得它的鱼丸，它都完全没有加硼砂，它也没有加味精，我觉得是对的，有些会骗人。然后呢，它的鱼丸也非常的大，然后我们是点综合，就是左上角的图，左上角是就综合，就是有一些会包馅，有一些就是原味的。那我们给他一个分数吧，给他七分，耶、yeah ！好，那我们继续走吧。我的电脑去哎，好啦，原本昨天是要剪片呐、啊，所以才叫带电脑。结果后来发现我这台手机的影片传不过来电脑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在用那个 iPhone 拍啦。好，那么我们也要赶快准备哦，我们要去看我们的101烟火，对，今天就是跨年，耶、yeah! ！所以明年又等于明天，哈哈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也赶快准备。那我们就，因为这是上集哈，
所以我们就下集再见啦。